师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各位佛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榜山的金朝阳宫，我们来请教我们咒言师父的一些问题。首先，师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今天我有一个问题，一般的人都说有佛法就有办法，那请教师父，这是什么见解跟意义呢？还有说这个佛法是说念经啦，还是说念佛号啦，还是说吃素呢，就产生那种佛的力量出来呢？请师父为我们解释，谢谢师父。好，非常好。佛法是不是爱假说？佛法是不是要念经？是不是？对，还是都念佛？那佛法有办法吗？念经嘛，还是讲要去拜拜啊？还是问佛？还是问神？念佛哈。嘿嘿。佛经里头有一句话：“彻盖经义，错觉经义，三世佛缘。彻盖经义，三世佛缘。历经一波。”叮咚魔术，有佛法，有佛法得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你有什么佛法？你有佛法，你就糟糕了。你有佛法，一切有为法，如同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呐。你若今日时，感觉我有法。阿得查作这啊，南无西来一柱无，全凭心性用功夫啊。南无西来一义无，专凭心性用功夫啊。修行特别是我清气，先我空性清净。修行搞作这办法的，你有办法就没有办法的对待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没有空性了，意识的思维，那是一种奖励。初期的人说：“哦，你若有佛法，你就真正有见性。你若真正有见性，了后真的你有佛法就有办法，什么代志拢迎刃而解。”啊，咱这凡夫的当中的时候，目睭。金曲曲在注意外口人的行动，耳孔夜来来伫咧听，听一句，敢若毋是安尼哦，你的心就起落啊，你就对待心啊，你就起无明慧啊，那你哪里有，你就没有办法空性啊。安尼你买的时候，安那离开就多啊，啊，所以佛陀爱作注意，吃菜。吃菜修行人一定要吃菜晓。他早释迦牟尼佛咯，迄个时代伊真注重这吐蕃，吐蕃就是讲安尼，互一寡只的民众有一个喜舍的心，有一个布施的心，有一个慈悲的心，所以。伊会嘴共吐蕃，你吐蕃，互我食啥，我就食啥。曾经就是咱台湾人，初十几个朋友讲去小乘佛教，去缅甸，去泰国去游学，啊，人会去到地方，讲恁啊，如果无关系吼。吐啥你也吃啥哦？那无惯习的时阵我看恁在恁厝凊彩食者就好。用毛巾我也常常来，他错错都闹啊。去到地吼，到地伊的时，伊要吐破的时吼，哇！虾虾啊饼扑来，伊同我徛在那看。啊，身边人遐济人咧等，那你他看免哇？后边迄同我倒过来。隔壁啊，这大家地
第二个报起来，迄猪脚面线，晓用啊！咱食了，伊个在等后壁迄两个倒啊，伊个在等。入境随俗，假素食的当中是修行，一定假素食足重要，就是讲哦，常养慈悲心。咱今日手切一空的足疼，咱为着个性命来害人的性命，来食人的食人的肉，安尼不合理嘛？素食得爱素心，爱素眼，爱有慈悲心。迄参修行含点么关系都无，安那食菜的，就是佛法啦。安那安尼，就是咧修行啊。遐牛、遐马、遐羊啊、遐枪，伊所动物的阿红白啊，就死啊。食八十几档的青菜，比咱食较清。食草块、食水尔，含目的草都无，嘛是精彩尔。爱清澈啊！啊，所以讲的时阵哦，念佛，念佛要从啥？念佛是一个功课啊，要念佛清净啊。所以地球非常讲讲吼，念经念佛拜佛就是魔民呐、啊。为什么一个地球非常一个禅师？太讲啊，这严重！伊讲我若念一句佛哦，我得恶吹哦，恶三空，代表就是破戒灭。咱拢把这个功课当作修行，那差得很远啦，连入门都没有入门啊，真的笑死人的啦！引盲入盲，相继入火坑啊，所以。真的有佛法，开始有办法啦。就是你达到空性清净的心，你也本身已经有见性的人，你有佛法就有办法。为什么佛法无边呢？你有我的法的话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你就没有空性，你就没有办法无边了。因为华上应舍，何况非华呢？不从一切法，就是为着一切众生，众生的需求，众生的毛病。所以爱我讲，这个法，这个法就是药来治的病。你无破病嘛，无代无治，要吃什么药啊啦？看人咧吃干净的药啊，讲我嘛吃了，看有红一下呢哦。我先个标靶者看买下呢哦，不要会错意。真的不是佛法讲佛法，不是道讲道，胡说八道，胡人说八正道。呜呼哀哉，请不要乱了分寸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。请问师姐，师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教师父哦，就是我有位朋友。他从小出生就得不到他母亲的爱，然后他母亲就非常恨他，觉得他是扫把星，所以他一出生他就很讨厌他，然后就都不看他。所以这个小孩他好像出生就身体不好，然后他一辈子一直希望得到母亲对他的重视，但是他好像怎么做都达不到他母亲的要求。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其实蛮难过的，对啊，然后其实我知道他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也蛮替他难过的，因为他一辈子都永远希望能够做到让他母亲开心，但是他怎么做母亲就是不会开心。然后直到我知道的是，他几年前他父亲过世了，后来他母亲对他做了一些伤害，然后其实那件事情他一直没办法遗忘，可是他觉得他也不想怪他的母亲，因为他很矛盾，
因为毕竟再怎么样也是生他的母亲嘛，如果不是他，他也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其实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其实他也很矛盾，但是他现在觉得说也过得不错，因为不用再忍受言语暴力，然后可以做自己的人生，为他自己而活。可是当有的时候他会想到亲情的时候，他其实也会觉得说也会想要有亲情啊，对啊，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然后他母亲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，说他一辈子不会原谅他。那他也跟他母亲说过，他也不肯原谅他，因为他也没有做错事情，然后他被他母亲打。对啊，所以我知道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那其实当初他也问过很多师傅啊，请教一些神明啊，一些心灵的寄托等等，可是好像就是没用。那想要请教师傅，该怎么样让这个人能够开心一点，快乐一点？这要如何？想要问你是有影无？注意听。谢谢师傅。注意听，不客气。无怨无仇，未结归咎。世间你今日来到这，参我实在嘛，一个因缘。老爸也未含敬敬，老母嘛未当还敬敬。来当还敬敬，大家嘛要敬五爷姨丈，啊，好爷人啊，做咱的四大人，咱唔免去加遐痛苦嘛。所以。行世因，果世果，冤以盖不离根，真道就有真好。大道大课，小道小课，无道无课，伊也无甲咱送去孤儿院的。比上不足，比下绰绰有余。苏东坡尧舜禹舜帝。四十八号山，首号是姚大顺。顺帝老母早死，老爸去赎现。结果的时候，老爸淹埋，老母足固执，老母苦作一人囝。就囡仔囝，就叫去办年纪，叫要年纪谈。甲甜无死，叫修理茶房，放火要甲烧化，叫伊去洗锅正，用石头要甲点无死，沾沾处处，在历山经典的时阵，甲伊经济拢甲杀过了，你袂使甲我见无我，见无我唔通等来。遮个黄豆，遮个土豆，遮个麦杀过，你看敢袂我？特别的话，人要害人未死，伊嘛无亲人心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因老爸青梅，你看当今的皇帝要交接，迄目屎哥安尼吼，较早眼科无，伊用叶子将伊目睭个钱啊明起来。所以讲，咱今日的时吼，行了坐，起了家。你有当时啊吼，哪要甲偷税个，你哪偷哪按。所以的时吼，球拍哪大，反弹哪大。我已经尽心啊。咱有一条。问心无愧。咱有一条歌。为了十万块，阿母，我明天再要自由了。你哪知？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我往下要小心。啊，十万块，十万块，阿母，你看卖，有的咧卖囝，有的咧嫁囝，我去镜头啊，春菜卖平等，释怀。
就是修行，就是让你真困难的情形下，你有法通释怀，啊有法度通的阵行出来，你叫做修行，伊体会一切因果，进入禅中，无论一切外口的变化如何，我保持清净心。咱今仔日的时阵吼，想讲六西六妖，互你好无较歹嘛无，掠家己好囝拆只落腹。有当时啊，冤以解不以结。我今仔这世人咧饲我，你甲我害死我嘛笑笑，除了衬托体，我就是欢欢喜喜面对一切，代志拢会当迎刃而解。啊，咱卖想要去解决，那何解决？你像舜帝，伊也无要甲咱害死的，叫修理茶房，放火甲点，要点点火刀，家己修理工体用石头要点火死。这咱无去避着啦。现在电视嘛，都一个囝的孙咯，家亲生囝，保险保保的，啊，甲母母死。咋领到迄款迄落保险金？一两米饲百样人，所以咱今仔日的时阵吼，冤以解不以结，有智慧，你真正有成就了后，你会当释怀。真道就有真好，大德大客，小德小客，钱无两个袂欠，没有两个铜板敲不响。你也看迄面敲啦。你也言语恰齿啊，咱拢全道路。目睭吼，看到迄上入你的心，就开始想啊。耳孔，像录音机，目睭像摄像机。咱的心会反弹，就会起到，就有对待，追上加追。所以讲。你若会手放互软，会记住我上来讲的一句话：，这个杯啊，甲点会破袂？会袂？会哦，会卖点啦。来，变节魔术的。来，这双杯啊，你甲点点袂破，点一千块啦，点破。你来找我领十万块。唔免着往阿社乎你，喙齿顶壳壳，一齿一齿扳了了，齿软格格，唔免扳齿阿角，肉可以克刚，上善若水，没有一个我，修行有修行就袂不行，是向咧修，是向咧忍，他点啊讲诶，你去忍呐。认输啦，认度啦，认理啦，认清因果啦，含烦恼嘛未烦恼，你会欢喜去面对，你的面真水，啊那无笑那土匪，哎、欸，你真咧面咧笑的时阵哦，日本的希巴里都无你遮好看，笑得很神。一笑化千愁，万事皆无忧。事事无助于心，你也当达到空性的无碍。啊，那心肝无空，无空性的持参待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。嗯。哎，师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好。今天也是一个机缘会来到这个地方。嗯，本来我是没有预定这个行程的，那就是觉得说这三位好朋友哈、哦，要来拜访一位难得一见的师父，所以我在想说这么远的路途哈、哦，如果他们自己开车，我会放不下一个心，我就跟来了。那、在这个机缘下，我刚刚就静静的观察，从入口到现在，我没有讲任何一句话。
那我就是刚刚师父讲的，我用我的眼睛在看，我用我的耳朵在听，那我是用我看的，用我听的，去体悟我自己的感觉，是不是能够让我自己宽心？那刚刚听了师父的一些见解，或许在我五十几岁的人生中，哦，每天都在奋斗，在奔跑，在做工程，在接电话，而我很少静下来听一些人生的道理跟师父的一些禅语啊。好，我就形容个禅语嘛，哈。那这个心性的沉淀，让我觉得说，这大概一个小时里面，觉得很舒服。我就感觉就直说，我就做工程，我就很直，就很舒服，还有平静心啊。因为我没有这个缘分修得，现阶段修得平静心，是因为我现在有世俗的羁绊在我身上，我必须面对我的工作、我的工人、我的一切，所以我觉得我修不到的是师父你现在的心境，但是我很期待啦。啊，那目前我就是说有这样的感觉，那我把它说出来给各位分享，因为我现在的环境只有往前走，我没办法静下来修平常心。哎，谢谢。菩萨贵姓？木易阳。哦，又敬大菩萨哈。你本身哈，你本身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嘛一个真得书的人，外柔内刚毅的人。由他你们咧讲话声音，我会当看出着你的细胞，甲你的身体。很多人哈，有时候会认为哈，修行一定要离家出走，要到寺庙去。其实德在寺中，寺中有德。你爱知影六祖慧能祖师爷。伊咧捡茶，咧饲个阿母，你也看，阿母加生一个，拄啊六祖慧能祖师爷的孙生一个尔，啊！你同我出家啊？我要食啥？敢放下了？啊！修行你甲看，伊去到六祖，去到五祖弘忍法师遐，伊伫遐嘛伫厨房踏住。一个人祝福千外的人，伫遐拖黄金碰碰影，伊嘛无去听一句道理，也是去遐屈一个脚，念一个经，也是念一句佛。为什么伊开始接受这些愚笨？佛向心中作，佛向心外求。你要去，你外忙心不忙。魔术在人，成术在一天。当然，咱社会责任，这工程工作无好势嘛袂使，这员工要食饭，人拢在惰性，无去管理嘛袂使。但是你真的，如果能够放开。能够心胸开朗一点，敢若这世间无咱已经袂使啊！但是咱的目睭一刻一口气袂来，都无讲咱在的等于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无常之心，一定爱去了解。刹那无常哦，无常刹那哦。有时候，迄个时阵呐，无常来哦，魔术在人，仙术在天呐、啊。我一朋友伊安尼时段安尼一外号，伊讲我即马才一外万的村吼，要来的村吼来甲这民宿甲用用好势啊，经营啊，无啥物头路，收一个房租啊，烧归烧啦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老爸在上甲。
过好伊啊，过一礼拜啦，死翘翘啊，佮过等于互因老爸啦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时阵吼，这世间修行是打从现在开始，咱去无常的心，清澈的落的心，唔通被外境所沾染，安尼较袂化危险。修行唔是伫啥物所在，修行的真出家，唔是剃头穿袈裟，是出离这烦恼无明的家。所以头路尾做较好，量哪大，福利哪大。咱咧咱进攻足无用，释迦牟尼有足无用无？释迦牟尼有用吗？达摩祖师有用吗？天德山的第三公主，释迦牟尼瓜利王的后生，迄外国讲你若无伫遮会坐王位，外国要来侵，要来侵入，你也看。要吃山顶海味，要青林罗胖西，伊就万年放下。所以有修行，你也看老命千世，咱的头做偌大，到尾到有奖金再得等于。严凯泰有看无？张东华有看无？王永庆先生有看无？带什么回去？所以要清楚，要清楚。我来到这娑婆世界，所要何物？所要何事？我要爱什么书，爱什么本，咱要清楚，特别欢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般人嘛，像杨师兄嘛，他会觉得他现在很忙嘛，哦，可能真的是，工作上的事情实在是太繁忙了。那我们要修行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修行？那请教师父告诉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。那像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要练火，假设我们要练火，我们一定要在火堂面前吗？或是说我在走路啊，或是在做运动啊，也可以练火呢，请师父为我们开示。非常好，谢谢，非常好。练火哈，就是参底下解想骨较感官啦。我真杂事足济嘛，我的心未清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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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你念佛的当中呢，就是要心静嘛，未静，佮做做功课来念佛嘛。无念而念，你保持清净心。阿弥陀佛，你无念伊嘛无走。阿弥陀佛是无限光明的意思。有人想你会找咧念光明心观，就安尼万叹兼心静，安尼有甚物路用？所以咱今仔日的时候，修行就是要真正有修行，你就袂不停。你就是看一切眼界。我昨天嘛，参咱这个艺术家哈，咱的菩萨，我们陈菩萨讲过，咱今仔用一切书。无染，保持清净心，正法延长。什么叫做正法延长啊？无论好，无论歹，无论对，无论不对，人生生来是那迷茫，死了江山换别人啊嘞！咱伫这世间的当中，亲像一出梦。你的梦的当中，也会惊吓，也会紧张，也会怯呀，醒来无讲是无意思思啊。
愁什么，欢喜什么，得到什么。三寸开财千百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你体会到你的心，这世间都是幻境，银行存的拢是数字，会用去的，用得到的，或者财产，用未到的拢变遗产。你的其实伫这世间是，因为这条路，就是要来予咱这个色心会当较好过，唔茫哦，头路来甲咱糟蹋掉。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因为工作而工作，不要因为工作而工作。啊，你真正伫厝内聊聊啊，厝内三界火体嘛，逐天为着啊，柴油盐米酱醋茶，拢伫吃的时候，为着三顿吃，拢为着无饭处身，为着这辛苦啦，来出卖咱的灵魂。无家要死啦！无家的时候，少年就做做个拢无保养身体，食老啊坎坷啊，腰酸背痛、脚麻手臂，业障来的时阵吼，看这要怎，要怎啊嘛？人真奇怪，永远要甲母学倒。啊，倒落的时阵哦，伫门城的时阵，咧未当落门城开的时阵，讲我来当哦，卖灌汁啦，会当旁啊啉者吼，爱当行人话咧吼，我再去接就袂啊。人真奇怪，啊，你去了解到迄个真谛，为谁奔波，为谁忙？其实世间呐，唔是叫咱忙这样过，尽量就好。用而无染，阿弥陀佛。师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这辈子还蛮辛苦的，就是都为情所苦。然后他一辈子赚钱都交给他的老婆，然后他生了四个小孩。那他其实等于说，他跟他的小孩跟他的老婆的感情都不好，然后后来他们因为某些原因，他人生中就是太会挥霍了，然后挥霍到负债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离婚了。那离婚之后呢，他们因为小孩，他们还是住在一起。然后之后那段时间呢，他就一直怎么讲，就是他的老婆也是蛮怨恨他的，就觉得说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家庭然后变成这样子。但是他其实依我们旁人在看呢，会觉得说，他老婆蛮幸福的，就是他从嫁给他就在他们家帮忙工作，然后涨钱，对，然后等于说他先生赚的钱都给他老婆，但是他老婆还一直在怨他先生，然后把他先生讲得一无是处，所以他先生其实活得很辛苦，也很痛苦。然后后来他认识了他喜欢的女生，结果反正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得到这个女生对他的爱，可是他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怎么做就是得不到，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这辈子为谁忙碌为谁忙。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，所以他算是妈宝，对，所以他母亲到现在七十几岁了，还一直在担心他的感情也好，他的工作也好，他的一切小孩啊事情，就是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他，然后问他所有的一切种种，然后甚至于他赚的钱也要交给他的母亲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说，好像是他全家的人，因为他们离婚了嘛，但是他们家的小孩其实都长大了，可是他的小孩一直都不能理解他这个父亲，他觉得说父亲都没有养过他们，然后甚至跟他爸爸讲话是没大没小，还说你滚，就是讲的一些很难听很难听很伤害他父亲的话。啊，其实他父亲也很可怜啊，因为你想一个男人一辈子工作赚钱给老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被
全家怨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真的是很窝囊的活着，对啊。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，因为其实我也没结过婚嘛，吼。然后对啊，然后也希望他人生快乐一点，对啊。那请教师父，我相信我讲的这个故事，一定很多人的家庭都遇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，对啊。那请教这个该怎么帮助这个人，让他能够在被如何，还是不在被如何嘛？对，好，谢谢师父。好，我阿弟嘛讲一条啊，无缘无仇未结归求，无缘无结未结成夫妻。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你跟他讲，今仔今生今世真好运。我讲也准吼，行人的眼睛出西施，不来电，敢袂当做翁仔某啊？感情不好，敢袂当生三四个囝？当然的准吼，代志。良心讲，这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有一个导火线，一定有一个导火线。咱今就是因为厝内的感情无好，车花不比野花香。来去饮酒作乐来到第一村哦，这个啦相公，那个啦相公，啊，起来就够好。啊，咱今仔厝内到底加咧加济，因为还未结婚，你前讲话拢足好听。结婚了后，讲话就到底就亲戚的时阵哦，拢问，迄马卡拢流出来啊，迄狐狸尾拢流出来啊。较早的时阵哦，哪里打一号二号，谢谢。你停在前面啦，哎，用个另个袂使你啦，用个小你啦，无共款啦。人讲哦，足侪查甫人真趣味啦，爱袂得哭个地啦，啊那爱着煞嫌畏水啊，嘿，足奇怪啊！人性吼，哟，咱反求诸己，爱知因果啊，啊，今日有爱就有阻碍的爱。没有爱，哪里来的恨啊？有条歌无？没有了爱，我哪里来的恨？爱越深，恨越深啊！你今日是家己的囝，家己的爱人，你参忙坐足我，参忙讲话，参我有啥物关系？唔是家己的囝，你跋脚啉烧酒，参我啥物关系？食药有啥物关系？就因为我的，这我的占有的心。我让你袂歪折哦，你哪会在坐上我？你在前面讲话安那，目睭青红眼就变来就就生出来哦。这叫做世俗，都拄啊好尔啦。啊，迄就是拢因为有这个挂碍，有这个恐怖，就颠倒梦想。有人时啊，你对我无好，我会出学校火哦。夜晒个晒，哪拉哪吵，因此。家庭的纠纷就是安尼生出来。啊，你若有修行呢？你若有修行呢？我前世的人所欠的行行人，啊，我知影人后悔我家己。咱拢看到别人的唔对，咱拢无看到咱家己的唔对。所以有一个结婚了后的时阵吼，嫌因某嫌甲无得着。安尼嫌袂，我恁太太。你个嫌干呢？啊，这顶厝两娘啊，要创啥啊？啊，规日运动，我趁我咧趁钱。啊，我住伫中港啊，趁也无偌济啦。哈，啊，转来的时阵吼，吼，嘛是得有人写到差一个菜创啥呢？啊，我啊恁太太拢无咧创啥啦？无啊，无创啥？啊，有顾囡仔无？讲有啊，啊，生几个三个啊？爱甲囡仔娶无，爱去送去读册，爱个食无，哎呀！啊，你等下炒菜钱呐？因为早去载囡仔，我等下就炒无买药药。啊，三你个说哦，无啦，拢伊个说啦。
讲你唔去嫌啊，嫌会出大事。结果伊同我嫌嫌的时阵，因太太同我转去厝一礼拜，伊就起痟啊，啊就家己那。再去读册，再倒转来煮饭、洗衫，较早讲好足无用啊，人拢无少体会。有阵时啊，家己娶的新妇拢看会当的时阵哦，做好事呗。啊，若早嫁嫁水看会免做呗，拢因大家看咧煮好食偌好咧。对啊，爱计细作心。所以咱尽量反求诸己，家己做好就好。见一切见不足，一切见，你心肝里头未蓬蓬清，保持清净发愿，正法延长。无论好，无论歹，无论歹，我到我的心，事来则应，事来则应，事去则无。啊，你是多修行开始，啊，你修行若无这命题来，互你考验，那会知影你有咧修行啊无？真道就真好嘛，在逆境中逆境感恩嘛。有逆境才知道你的火候到什么程度嘛。修行不是用嘴巴讲的啊，除了修行的，啊，心般都唔帮人抓，安尼要安那叫做修行？阿弥陀佛。OK， 请教姐的就很多叫做金色哈，那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去一些佛啊庙啊去走，可是金色好像也不欢迎人家进去啊。到底金色是在金什么色？哦，那是干什么？为什么佛应该都欢，大家动人都可以去参拜一下，为什么他们好像不是很欢迎外人入侵呢、啊？哎，非常好哈、哦。金色一般呢，这是。这精舍啊，精舍是这个精舍，佛教的精舍都日本传过来，咱把佛传过日本，哦，啊，小乘佛教禅宗一个用这个名，日本拢合作精舍，精心伫咧修行的所在，合作精舍，精修是人的精舍。啊、你今天的时候修行的精舍，修行就是要自觉觉他嘛，自利利他嘛。我今天的时候有一个修行开道场，必然一定要见性。你若无见性，开始佛佛依精舍，或者魔佛引盲入盲，相继入火坑呐、啊。啊！伊今日唔爱欢入去，嘛好啊！我入去遐是要创啥？你若欢迎，我就来；啊，若无欢迎，我去去遐要创啥？你看老热天，啊啊！啊不欢迎了，你还去？啊，就是啊，今日夜深哦。热脸贴冷屁股干嘛？今日实在是安尼吼，咱家真诶人吼，拢人惊人，才惊出啊！疫情弄侪，你唔知有。有迄款迄个，有你也无代言者啦。我若惊迄个孙哦，互你画着，我咪做歹命。伊咪惊你人惊人，才惊出啦。啊，其实的孙吼，庄严有庄严的好处，精舍有精舍的好处啦。其实修行得要有大庄严，就是人客来客去，有人就有是非，啊，你有好多忍辱。府中无，一般这个道场啦、道场啊，就是要引渡众生的地方，才叫做道场啊。还有你要来请法，好、哦，我们要非常的欢迎啦。其实十方施十方德啦，人今日来给你游香，来给你布施，来给你供养。你何德何能啊，受供养啊，
没有三两三，你敢上梁山吗？你今天就要广学多闻，你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准备，自己就要有修行了后，会当法师来施舍，回向我的布施者。在施法师不易施，人来布施，你就要需要者会当替人解惑，传道授业化悲，自己未当了脱三途苦，自己不能够了脱三途苦，何能救度众生离苦难？所以现在很多的道场，真的，他们泥菩萨过河，住身难保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说的，末法的众生很难调伏，还有一些宿主同啊，塞住堂，拿着我的机号，穿着袈裟，挂这个名出家的足多，啊，所以见怪不怪，怪怪注销。轮回我不回，我回自由过，阿弥陀佛。